鳄鱼是哺乳动物吗？因为鳄鱼是卵生，幼体既能在水中生活，又能在陆地上生活，所以它既不是哺乳动物，也不是两栖动物，而是肉食性卵生脊椎类爬行动物。鳄鱼平时喜欢栖息于湖泊沼泽的滩地或丘陵山涧乱草蓬蒿中的潮湿地带，主要以鱼类、水禽、野兔、鹿、蛙等为食，属肉食性动物。鳄类中个体最大的是非洲的湾鳄，体长平均为4米，个体最小的是生活在我国的扬子鳄，体长只有1.25米左右。鳄鱼因强盛的生命力而生存和繁衍，成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活化石之一。